一觉醒来发现他把钥匙到了，我急忙去洗漱。我刚才不是在洗脸吗？然后要迟到了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又回来了，我好像进入了循环。是奇诺的问题吗？奇诺，你在家乖乖哦。哎，你这来了，这是秒解套。好，这是他的卖点。好了好了，好看看。来，这边是金乐客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游戏。OK， 这是游戏奖品。没想到我突然肚子疼，我只好去找厕所。洗手间，成功。